山东呢，我们作为东部沿海的经济大省，认真的、深入的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，落实好三新一高的要求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一份重大的政治责任。同时呢，对山东来讲，我们认为也具备相应的条件、能力和基础，来在这方面啊趟出路子，取得实效，既为一语争光，也为全局添彩。